也已经把大厨师傅领进家门。这是什么字？疼。疼 ，OK。他们就一声不响地站在门口。等，是等什么？等。等待，对，是这个。第一个，哎。周磊，你帮我把这姜洗了。好，你姜在哪儿呢？这儿。啊，这是这个。对，你这包料。这姜是整个洗还是掰开啊？掰开，一条一条。啊，完了！炒肉的时候，我要告诉你怎么炒哈。当然了，那是重点啊。你现在拿的不是橄榄，一般的油。对。这是锡纸哈。对。烤鱼用的吧？烤鱼。鸡用这个吗？锡纸。你就拿这当烤盘的是吧？没有，这当不了。那现在炒着走，不，先腌着它。Interception. Oh, you love the monkey in the middle. Yeah. Go easy. What? Come on， 我可以穿丸子了。比如说，你要如果说有一个这个，啊，让它这样就行，就是它表面滑了，太大了，又太大了。不是，你觉得你刚才那手法很快它就圆了，我这怎么成方的？哎，也有点意思。先把这个肉干煸一下，干煸一下，完了再用那个。现在只有油是吧？对，而且油也没搁太多。没有，不要太多，因为你看这里边已经油够多了。因为一炒肉它会出油。对。我可是用的很虔诚的菜。因为红烧肉做好了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没错，这个。其实伊伦那边有4到5个必学的，一定要学会的，然后这个终生受益。而且我准备至少有2个是在我女儿这一次的那个暑假回来的那一天，我就给她做好了啊，因为她从来没吃过爸爸做的饭。